网友们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书法的小知识，鹤字的几种写法。首先写楷书的写法，行书的写法和隶书的写法，还有篆书的写法。最后是草书的写法，可以看出鹤字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比较好的保留了文字的原貌。鹤字作为祝福用词，我在这里祝贺大家事业有